在这五年多以来呢，我们的飞机不停的在进行着试飞，那飞机的系统也在不停的完善和升级。我觉得我们的飞机是越来越可靠，也越来越完善。这架飞机是我们5月5号首飞的第一架飞机，也是919的老大哥。从2017年的5月5号开始，到现在已经累计执行了1900天的工作任务了。然后目前飞行价值在1500个小时左右。然后这是我们现在所有飞机中，飞行时间最长、任务价值最多的一架飞机。01架机承担了失速试飞的研发试飞，完成这一具有挑战性的试飞实验，充分验证了 C919 大型客机的操纵性和安全性。作为民航局审定系统的一名试飞员，我们对这个审定的相关的要求一定是最高的。我们是基于和国际完全一致的相同高要求高标准的这个相关的规章来进行飞机的审查工作。就是中国试飞机组驾驶着中国人设计的飞机，在中国的大地上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完全达到了满足国际标准的一个试飞，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进步。我身后的这架007架机实际上正承担着 C919 取升前的最后一个科目功能可靠性试飞。按照条款的要求，我们需要安排了12个机场、87个航段、总计155个小时的试验飞行。我相信它应该交出一份比较完美的答卷。经过这么多的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这个取证的这么一个成果，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成果。随着国家的基础科技的进步和这种大工业的升级，不会停止我们探索的脚步，还会更进一步把大飞机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